玩《使人征服》，时间11:19。间12:00，一个人2月15日星期五。终于系星期五啦，翻学呢个日子，基本上啲功课差唔多少少搞掂啦。唉，我呢个英文嗰个 more paper 总共有12版嘅，不过我已经做咗7版啦，仲有5版。因为数学功课一班同学已经答案俾我，听日就一定有可能有功课，真系有功课交。到位市區，佢今日又鋪咗幾個鋪啦，3個。不過我覺得一個最重要嘅就係佢要講到個心聲。佢話點解著 P3 嗰陣時唔俾著黑色長袖底衫，而其他人就冇俾人記，但我就俾人記，唔公平。有同感啊！點解都要記我呢？应该真系系对几好嘅事。其實點解咧？因為其實佢學校都冇講明話，只有學校聽應該先俾咗啲第三，同埋再加上你陸運會，我記得舊年陸運會中四啊，見到都好多人著呢個黑色長袖，點解你唔記佢嘅？幾搞笑真係，即係唔知係搞笑定難 get 啊，定獨獨笑咁。哇！唔通你規定而家先發放嘅？搞到我俾人記食屎，我見到個個都長袖冇俾人記，係都我俾人記，咁得意咧。我記得我上次跑步在這個輕鐵天秀站附近一條行人天橋，看到一個女人，一個小女人喊，但我知道，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些精神分裂的，因為我看到她被爸爸媽媽安慰住的那時候，但她安慰住之後她都說走開啊，應該是有些妄想症。咩叫妄想症咧？即係意思就係話一樣嘢，明明佢唔喺度，但你幻想出嚟，佢好似佢喺搞住你咁樣。成日都話呢個白鴿，如果佢死咗之後，可能會啲細菌感染啊，甚至會傳播啲病菌啊。但係我見到，我記得前幾日去跑步嗰陣，我喺呢個重富輕鐵站至到天瑞輕鐵站嗰條路軌嗰度咧，個路軌個天橋下面，我見到一隻死咗嘅白鴿攤喺度，嗰啲屍體已經腐爛曬。咁我唔知冇傳染病毒啊，跟住到第二日佢俾人送走咗已經。
因為真的可能可以帶一些病毒的。聽到我知翻學，不過其實基本上對於今日嚟講冇乜嘢發生，又係見到有啲人揸住支花，我想我送花俾人，送出去俾人好嘥錢嘅。你出到去食嘅話，一個餐都有都200多蚊，唔係掠水啊！我覺得真係掠水嘅，基本上都係。你不如食啲普通嘅叉燒果啊！我覺得有啲人都唔會翻嚟聽嘅，因為基本上你放完假翻日又放，依家唔放係星期五，啊星期六就呢個環區跑補賽，一定要準備一下。我一定知道呢、這個，如果收體能嗰啲就一定要參加，因為睇都係體育對體育有。信心啊！其實著重體育嗰樣都係，所以話俾你同佢嚟鬥，但我唔知道自己。我記得佢話呢個加埋呢個校慶啊嘛，意思係加埋嗰啲校友一齊跑嘅。我覺得嗰啲校友都係啲紀律保持者嚟嘅。點算咧？個摩飛法十二版食屎咁多，我唔識揾，做唔到啊！但係而家都話見到有好多嗰啲人玩 Pokemon Go， 獎唔大，點解成日都話俾你？點解可能玩咁耐嘅？我覺得其實嗰隻 game 我心諗一句，有啲咩咁好玩？但基本上冇答案，甚至而家都見到我班入邊啲都啲同學玩 Pokemon Go。
呢支槍喂，我燒死喂！要快做功課啦！而家得翻呢段時間啫，雖然話功課都問過 friend 啦，星期一先教幾正佬。